因为那天就跟刚刚讲的一样，就看到人这样子就哭，然后在直播，大家非常的心疼、心痛。就是你现在心情已经好很多了吧？我现在很平复了，对。然后也谢谢大家的鼓励和安慰啦。对，那主要还是我觉得，音乐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所以希望可以就比如说建伟老师啊，建小老师。等等的会，除了道歉之外，我觉得更棒的是，我们还可以一起，进而收视，然后进而做音乐。那就是假设明年金曲还可以当颁奖嘉宾，还是很想去的。希望还会找我。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一定可以吧？说会找你，因为文化部那时候好像有提议说。哦，他 对，好像部长还是愿意。对，那当然要啊，人家的信任。就想说跟那个谢老师，对，然后希望班长的名字这么大，大家就不会错。一题主题，因为七哥已经写完了，然后我已经写完，对，他陈建伟他写，但是我可能提供一些词啊什么的，或者和声。所以有可能，就是和声的部分不是比较可能会对唱。啊，我觉得好像会对唱，哦、会对唱。我心中想象是这样。那个歌曲的内容是会跟那个事件有关，还是无关？我觉得要是你等我们发再说了。对，要是不小心带到，也是蛮有趣的那个内容，但是还不知道。对。所以那一天，因为那天就跟刚刚讲的一样，就看到人这样子就哭，然后在直播，大家非常的心疼、心痛。只是你现在心情已经好很多了吧？我现在很平复了，对。然后也谢谢大家的鼓励和安慰啦。对，那主要还是我觉得，音乐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所以希望可以就比如说建伟老师啊，建小老师。等等的会，除了道歉之外，我觉得更棒的是，我们还可以一起，进而收视，然后进而做音乐。那就是假设明年金曲还可以当颁奖嘉宾，还是很想去的。希望还会找我。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一定可以吧？会找你，因为文化部那时候好像有提议。哦，对，好像部长还是愿意。对，那当然要啊，人家的信任。就想说跟那个建伟老师，对，然后希望班长的名字就是这么大，大家就不会错。哎呦天哪，我也不想这样变成梗了，我也是想很优雅的搬完，结果对。所以已经开始，就是因为刚刚讲建伟老师写歌，那你自己的创作的部分也在进行。对，我接下来会有个闭关营，自己把自己闭关。对。都在关不久，那个十来天这样子。但是我那十来天就想要完全的独立，就是我不要在我自己的舒适圈，我可能会旅游到一个地方，对，在都不认识，身边都没有认识的人，这样我觉得会有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。所以大概是什么时候发行新专辑？我觉得坦白来说，我觉得可能是明年。坦白来说，可能是明年。明年哦，太好。明年春。从来没有在春天发过专辑，对，因为感觉你更适合夏天的感觉。我是夏天，对，可是我的歌又很冬天，冬天唱到夏天，是一个四季之女，没错。在跟建伟老师合作的，就会收录在那张作品里面。哎，其实因为现在版权在讨论，不知道是收在建伟老师那边还是我这边，对，可能要等专辑的企划开始。正式开始启动之后，大家才会聊。但是他应该很容易，很快就会出现了。也有可能是单曲的形式，对，就单曲。哦，对，这有可能。但这个是今年会出。这个、希望是今年。对。就今年的事情，大家在今年搞来解释。真的？该不会嘟嘟跟周以敦也有参加吧？嘟嘟我是本来就计划，对，这一趴也有另外的，哇，你很全面，很紧密的，道歉超有诚意。